江江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酱仔的北京芒台 Last 期。早起吃上了酒店的自助早餐，这个紫米糕被我们拿空了，因为故宫要提前7天预约，预约的时候也来不及了，还想着穿旗袍去坤宁宫吃下午茶呢，不预约也没有其他的小手段进去，立马打车去了富华斋吃小点心弥补遗憾。国王的皇上脸跟别家的不一样，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。这个豌豆黄好扎实，它不是糯糯沙沙的口感，上面像是果脯，我觉得有一点像龙眼肉。肉卷看着像是山楂，中间的应该是白芝麻。不得不说，点心一个个都很精致，吃起来挺香的。它外面那个白色皮比较黏。活水一起吃。这个是杏仁豆腐，它吃起来真的是有杏仁的味道的，吃起来滑滑嫩嫩的，特别清爽。对，而且杏仁豆腐的甜度没有很高，是肉松蛋黄。我吃的时候还在细细品，为什么肉松蛋黄没有肉松的味道？其实这是牛舌饼了。吃完体会到为啥每桌都会上柠檬水了，我觉得他家的点心是偏干香型，这个是玫瑰豆蓉酥，豆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全靠玫瑰酱的香甜。这是酒香葡萄，原来里面的是葡萄干，个人感觉这个是最甜的，整体甜度都是来自葡萄干，还带有略微的酒香气。最后一款是蛋黄肉松，它是唯一一款咸甜口蛋黄存在感超级强，是那嚼的那种蛋黄颗粒感觉，可能是蛋黄粒中间嵌着肉松粉。他家装修很宫廷风，有楼塔跟贵妃塔，店里还放着小曲，瞬间觉得今天5点早起的妆造没有白费。顺路正好遇到护国寺小吃，纠结了3秒还是进去了，本来以为是偏外地游客的，没想到店内的当地人也挺多的。每天第4天才吃到炸酱面。嗯，里面放了包菜还有黄瓜子。我看别人点的炸酱面太有食欲了，果然别人碗里的看着就是香哦。没有拌开之前担心酱会不会太少了，拌开后怀疑是不是自己味觉出了问题，师傅可能手抖了多放了一罐盐，咸的只好两根两根吃。这个是爆肚，想想旁边的麻酱，不知道爆羊肚会不会有味道。好吃吧。这个爆肚对我来说有个 bug， 光吃爆肚其实是没啥味道的，因为冷了之后有点腥嘛，口感是比较软乎的，没有那么 Q 弹，沾上麻酱会好一点，但是千万小心不要蘸太多哦。炸松肉，他说这个是这边的特色，哎，干手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我还以为是炸鱼呢。松肉里面的馅像是我妈妈朋友自己做的素肉丸子，有点像炸肉丸子，但是它的形状是长条的，是到现在最符合俺口味的一道菜了。烧饼加肉，像肉夹馍，这样看有点像中式汉堡。其实里面的肉没有很多。烧饼里面加的是牛肉，因为是清真食品嘛，所以用的都是牛肉，就是也是凉的，外面的烧饼是麻酱烧饼，把肉吃完了慢慢嚼的话能感到麻酱的香味。麻辣土面，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好搞笑，中间应该是红豆沙，超级皮嘛，嘴巴都掉渣，这是土面，它把面都吐出来了，中间其实肉馅没有想象中那么饱满，这个肯定是最甜的。这个酥皮是可以的，特别酥，就是内馅一般，感觉有枣泥的存在。这是面茶，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做的，外面上面的是麻酱吗？这个看着像是面团，这感觉还行。这是用小米做成的糊状，觉得吃起来有点像米。这些东西都好顶，还有最后一碗都是糯叽鸡拼盘，还有一个红豆馅。它里面是果脯那种的，今天吃的大多都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。里面很多的白芝麻。这一盘叫金八件，我看隔壁有个大爷买了超大的驴打滚，边吃边拉丝，但我这个不太行。这是豌豆黄，这跟刚刚那个米好细腻啊，口感上细腻好多好多。
豌豆黄比富华家的更绵软，湿润度会更高一些。这里面是紫米的。后来想去北海公园划船，船没划到，但有了穿高跟鞋爬山的体验。转眼马上到拿破仑的出品时间了，这我可不能错过。他家有三个出品时间，一人限购10块，是懂营销手段的。提早到了，店员说提前15分钟来就好。我到的时候，前面已经排了一些人。买了4种口味拿破仑，买了巧克力、榛子、蓝莓，还有原味的。里面有3个时间点出拿破仑，提前10分钟来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买到。第一个现场原味拿破仑，它里面真的超级多层，但是我感觉上面奶油吃起来有些腻，又有些偏甜。原味拿破仑是最便宜的，但是已经感受到它酥皮的脆度了。又是蓝莓口味的，蓝莓的更好吃，酥皮里面会有卡士达酱，咬下去还有蓝莓酱会爆出来。它酥皮是真的很脆，我觉得它这个蓝莓酱还蛮好吃的。因为我昨天买了一个蛋糕，就觉得它里面的蓝莓酱很好吃，是榛子跟巧克力口味，最后再尝巧克力口味。拿破仑的外壳像苏打饼干，哎，顶上是奶油跟杏仁片，每咬一口都酥的掉渣。果然吃到现在，榛子的是最不甜的耶。觉得它顶层这个奶油吃起来有些腻人。本来最期待的是榛子跟巧克力，但这个榛子味不太突出，个人感觉最好吃的是蓝莓口味。我觉得是好吃的，红酥皮里面都有卡士达酱。我买的是一个巧克力口味，我真的好喜欢巧克力奶油，上面有巧克力脆珠啊。可能上面这个奶油感觉不像动物奶油，中间都是厚厚的巧克力酱，又黄油薄脆。打开它中间全都是巧克力酱，我以为这款会很甜腻，但是它没有原味的甜，我觉得吃到现在原味的是最甜的。真的满满都是巧克力酱，超级厚一层，超级厚两层，看中间这个层次，我觉得是可以冲的。巧克力虽然不是很甜，但是它没有苦度的，所以吃到后面其实还是会有些腻。这是在隔壁商场里买的巧克力派，看这个驴打滚的巧克力派就很有这边的特色。还有一个是冰淇淋巧克力派，先确认试一下冰淇淋口味的，它有点像放大版的好六派，还是好派。中间是海绵蛋糕。这个是朗姆酒口味的冰淇淋，深入海绵蛋糕的缝隙，加上巧克力脆壳，就没有难吃的空间。这是驴打滚的巧克力派，下面有超大一坨的麻薯。此刻还没看到小绿点，激动的给大家展示。还好是掰开吃的，万一直接咬那就进肚子了。今天又是中头奖的一天，上面绿绿的还长毛了，就先吃个小熊的派吧。它是中间的芝士的，看着像是奶油馅。纠结后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奶油是咸口的，这吃有点像奶油奶酪那种口感，不仅咸，而且后调还有点酸酸的。多的话可以放好几天，所以我感觉它这可能是不是没什么人买，所以放到过期了呀。决定去问问商家。你看我是给您换别的还是给您退了？它怎么会发霉呢？都是新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终于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吃到老回回了，有点像一个红糖的花卷。感觉就是红糖味的花卷耶。终于知道老回回是什么味道了，之前想网购来着，但被运费给劝退了。糖花卷冷了后，最外层竟然有种脆脆的口感。感觉温热的会更好吃。这个是糖火烧，麻酱跟红糖完全揉进了面团里，相比的话我会更喜欢一层一层裹满红糖麻酱的糖花卷，口感好绵软呀。甜度上面的话会比糖火烧低那么一点点，不过还没有那种麻酱糊嘴的感觉。
沫馅烧饼，这还是热乎的呀，感觉热乎的肯定很好吃。哇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豆馅，外皮摸起来是很酥脆的。它烧饼皮是酥的，但酥的不多，现在是自己熬出来那种，里面还有大颗的红豆颗粒。豆馅好绵，好好吃呀，这款甜度没有很高哎，而且它的豆子颗粒吃上去很软糯。这个豆馅真的惊到我了，这么实在的吗？我好喜欢这个豆馅，比驴打滚里面的豆馅要细腻好多。他们还撒了好多的白芝麻，驴打滚它上面撒的是黄豆粉，驴打滚也太实诚一个了，里面感觉都是豆馅哎，哇，真的都是豆馅，这是空口吃馅吧？豆馅真的好好吃哎。红豆粉是不是有点偏褐色的？其实它糯米的比例不是很多，空口挖红豆馅吃，它豆馅真的做得好好吃。虽然有这种整颗的红豆，但吃起来一点也不硬，是很绵软的。这一份真的是碳水爆炸。看这个切面，外皮薄到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，满口都是豆馅跟豆粉的味道，个人还是偏爱糯叽叽比例更高一点的。太顶了，太顶了！我朋友买了椰蓉卷，因为我不喜欢吃椰蓉，就没有给自己买，就拿出来馋一下大家。我还买了一些宫口馒头夹，据说也很好吃。这个是麻酱桃花卷，它摸起来好粘手呀。宫口馒头的花卷没有老回回的那么紧实，但吃起来更加绵密，入口不干，偶尔还能嚼到细微的红豆颗粒。甜度会比老回回高一些。这个是贝乐红豆卷，一个热热的花卷里面满肚子都是料，有红豆、板栗还有核桃，能在里面吃到花香哎！这边还有大块的板栗肉，好多的核桃仁，我感觉里面还有葡萄干，增添整体的甜味。但是它里面料的颗粒感都很重，吃起来硬硬的，感觉融合的不是很好。太有嚼劲了。点什么外卖？点卤煮炒肝。吃着碗里的就已经在想别的外卖了，后来因为不是很喜欢内脏类的，就没有点卤煮跟炒肝。我朋友说炒肝不错。放大版的奶香小馒头，感觉吃一口就会分泌好多口水。馒头它吃起来更有嚼头，比前面几款吃起来更有嚼劲一些。这也是一个大白馒头，这是豆包，这种干净碳水吃起来真的好舒服呀。宫口馒头家的红豆馅吃起来更加细腻，几乎看不到大颗粒的红豆。这干嘛？准备集合开外卖吧。好，这个是黄米年糕，这个二次加工哎，不知道吃起来会不会发硬。哇，里面都是枣子，这个年糕的口感感觉得再回家自己再蒸一下。这个黄米年糕一时分不清是吃年糕还是吃枣子了，枣子都是已经去好核的，吃起来好甜呀。我感觉沾了之后感觉很好吃。糯糯年糕咬下去，枣子甜糯带有湿润度，我好喜欢这个，后悔没有多买一点，到我家就吃完了，感觉甜度都是来自枣子，就很健康。一盒粘豆包，今天真的碳水大爆炸，尖尖，全是馅料，整体口感超软糯的。也能在里面吃到大块的板栗肉，但是板栗吃起来不绵，也是硬硬的，我以为回家加热后会好一点，但是也没有了，吃起来还是很硬。除了豆子跟板栗的地方吃起来很湿润，糯糯的是我喜欢的口感。本以为要结束了，但是我的朋友带着他的香河肉饼来我房间了。我超级浓的大葱香气，好吃，真的，真好吃。我以为离开北京吃不到香河肉饼了，但是我发现我们这边又有一家香河肉饼，不知道正不正宗。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吃的？这是什么吃的？
哦，是我们的芋泥紫米奶酪，雪糯米芋泥奶酪。你看那个师傅，我们都超爱雪糯米。因为这天外面在下雨，离回家也没几个小时了，就打算在酒店点外卖度过。这是梅潭村的哈斗，里面满满的巧克力内馅是想象中的味道。好爽！这才芋泥还有奶酪。糯米太糯了，又买了两盒带回家。好好吃啊！吃完甜品，有味水果酸到。我们点的炸鸡也到了，这家叫会飞的鸡有点东西哦，外皮特别脆，酱也给它足足的，没有人能拒绝炸鸡的诱惑。会飞鸡，还点了一份老式麻辣烫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老式麻辣烫，其实我很早以前这样尝试了，好浓的麻酱味，加了麻酱之后吃起来好香。每个食物都裹上麻酱，变得黏黏糊糊的，还带着些许的鲜甜。决定回无锡之后，一定要再次尝试香河肉饼跟老式麻辣烫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，如果你也看得开心的话，记得点个赞哦，拜拜。